薛林薛委员发言。我们一面吃饭一面开会，表示我们有效率。哎，主席，是，主席你好，牙你齿好，痛了哈，保平安。谢谢。我想请那个经济部长，石部长请，还有主计处的石主计长请，主计长，还有请那个财政部的那个长赤，曾次长请。啊，谢伟你好。您好，是。你们现在啊，说有那个什么，弄一个国债钟是吧？是。那你们弄那个挂那个国债钟的意义是什么？跟委员报告，这个是依照我们财委会的决议，那希望公布政府的相关债务，一方面让民众来充分的了解。那既然是财委会要你们这样做，那你只有在财政部那挂在那边有意义吗？哦，我们除了财政部，还是挂到你们家的那个厨房上面这样子有意义吗？没有，这个是要先告给谁知道啊？跟委员报告，除了网站也有公布，网站还有哪里？还有我们的那个财政部的那个有一个 LED 那你挂的数据有正确吗？啊，正确，正确。是，那你们在胡说八道呢，市长。我没有胡说八道，依照公共债务法的相关的。公共债务法，你是说4.32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台湾人民每一个人的负债就快要20万。是。但是税改联盟说我们台湾人民负债是60万呢。是13兆嘞。跟我们报告，他有一些是。那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在财政部就有一国几制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依照有财政部，你们这本身的，也有户税署的，也有走。那我不要跟你讲，我这边可以给你严重的建议你，你挂了那个数据是严重非常的错误。第一点，因为我们的负债已经快超过15兆了，13兆多或15兆，我相信你也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你金工教的没有出来，你保险会的补助会也没有出来，补助款也没有出来，然后你道路征收补助你都没有列出来，隐藏性的你都没有出来，你在美化数据啊，潜在性的负债啊，对不对？跨年度的结算已经有对。所以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学吼，你要学比国外学好行了，不要吼西施吼东施仿效都去拍款，美国是挂在华尔街呢，不会，是让人民来监督啊。监督政府啊，不是挂在财政部啊，挂在财政部有什么用啊？我们网站有公布，好不好？你应该挂在哪里？我建议你挂在总统府了。总统府应该要挂，让马英九知道说我们台湾人民欠了多少债啊。跟委员报告。那第二点挂在哪里？我再建议你啊，火车站啊，机场啊，台北机场、松山机场、桃园机场，通通要挂。让全民来检视啊，到底我们执政政府做得如何啊？这么叫用意？你挂在财政部，然后数据又不对，然后在糊弄台湾人民百姓，那财委会建议你，你就象征性的应付。对，而且没有糊弄人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建议你应该挂在总统府，让马英九知道台湾人民到底负债多少。政府机关你要搞清楚啊，各有主管机关挂在财政部是正确的。谢谢。挂在总统府了，我建议你火车站通通要挂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好，来，我要请一下部长，经济部长。是的，喂，你好。委员请指教。谢谢经部长。今天讲的啦，就是一淹水地区啊，如何来治理啊？是的。那我从你们的数据上，我从你们的那个编的那个编的预算，你有一个什么应急的科目啊？你把给他讲应急是不是应急下？我跟委员报告哈，在整个水患治理过程内，比如打个比方，这次有一些黄洪的一些灾害发生的。要赶快做后面的处理，不处理可能就发生问题，或已经发生问题的要赶快处理。那你的内容，保定，你的内容也有很多研考费用啊，什么研究发展、培训人才，那这个叫应急啊。我跟委员报告，那第二部分是说，在整个预算里面，我想非常清楚，
在95年度的时候，我们有三读通过，编了1160亿给你们，对不对？有分三期，一二三期。分三期。那我想，第二期都还没做完哦，第二期还没有做完。第二期，那个我跟你讲，监察院都提出来，我想你也会讲提出纠正案，你知道吗？严重的落后啊，你清楚吗？我跟委员报告，就是说目前到了第二期执行力出了问题呀、啊，执行度到11月底已经到70%几了。刚才有报告过的第二期是不是？那第二期是不是一期加二期？一期加二期嘛。是的。那再请教那我再请教你，那你在本期的特别预算中，你还编内提出了31.9亿，是占你第三期的那个经费是7.8%，你还要应急，是不是应急一下？那你的细项呢？既然你这个预算出来了，跟我们报告，你要一个意向，整个的程序里面，在我们的特别条例有个规定，整个预算怎么处理程序？那么将来要做应急工程的时候，它是因为灾害发生，或是要预防灾害发生的时候，要有些处理。这过程里面会先经过。好，那部长你这样讲，推动消息处理。好，部长你这样讲，好，我认同你这样讲。谢谢。你说这个应急是要灾害防治，那掐门的第一期、第二期没有拿应急啊，第三期就有应急。第二期都有。有应急，编的这个预算 有是吧、啊？我们可以把那个执行情况跟处理两个地方，好，你记得好，好，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你都有应急，我同意，我认同你。那请问你，既然是这个工程会的应急，那你要让它透明，你编了31.9亿，那我希望你要有明细有细项，这个我们才可以看得出来，要让它透明化，你应该要出来，哪个时候这个细项要交出来？好，我跟时间多久？就是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呢，刚才提到了第一期、第二期的应急做哪些项目，我们可以把细目给委员做参考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给你。好，第二个，第三期。